哟，黄毛怎么又遇到你了？什么叫又遇到我了？我怎么匹配到你这种人呀？咦，我看见好长时间你没上线了呀，怕你把我删了吧？我一直都在在线呀，我现在都王牌了。咦，段位还比我高，我这个皇冠怎么能匹配到和你啊？这是人不够系统拿来匹配的。咦，我记得我没删过你啊，你怎么说我把你删了？之前我带你吃鸡，没带你吃鸡你就把我删了，怪不得我也没看你在线。咦，你讲这种才怪咯，我没算你啊，应该是我别人玩我的号算了你。你一个铁攻击别人你玩你号，应该是那个糍粑锅玩我的号把你算了，他看你不爽。他怪咯，我又没和糍粑锅玩过。那应该是小胖子算了你。是你算的就是你算的，小胖子也没和我们玩过。那奇怪咯，应该是不小心算的。你一个不小心让我一年都没和你吃过鸡。哎呦，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嘛？给我打电话我就能把你加回来了。哎，自己把我删了还等我打电话给你。哎呦，不要说了，等一下我加回来先捡装备。这里有一把 M416， 就是表达那个歉意给你了。枪屁股都没有，我不要。我看看，哦，还真的枪屁股都没得。对呀，没枪屁股我怎么呀？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放心，我去上面收那个枪屁股。那你收好枪屁股再给我吧。听说这批钱人挺多的。你一个王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从不来这批钱的，我一般都去 N 岗。哎呦，那个 N 岗有 P 的玩法，要来这个批钱。那是你不懂，赶紧走吧。这里有一架摩托车，标记好，等一下来开。就等。哟，上面好像有一个人火地黄区了，我来看看。哦，好像是一队嘞，那怎么办？赶紧跑啊。这里不会有人吧？卡都不卡，哪里来的人？好像有狙击手哎，难道是百里守约？不知道，我怀疑是个安吉拉。安吉拉应该不会吧，我估计是鲁班。哎，鲁班不可能。哎，应该是伽罗。伽罗的那个技能不应该那么远，应该是那个后羿的那个大。后羿也不可能，应该是红中。红中开大了。黄中，你要清醒一点，我们玩的是吃鸡。哎呦，那就是有人了嘛。你待会我先冲出去。哦呵，又找几个都抢了嘛。哎呀，两个菜鸡，我可是百里守约。